从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，基本上是全部被裁了，可能就留北京啊、上海啊，像这种一线城市，可能留市场部留那么一两个人。是摩拜有些人员也是我们都在群里面，昨天是中午是200多个人，到现在为止已经接近400人。其实这边呢，从收购前他就有断断续续的裁员了，但是没那么大。前几次每个区域可能就是打个比方，从做市场这块来看的话，可能就是两三个现在是全部干掉了。这套做法其实叫人员优化吧，补偿什么还是按正规在走的。据我了解是 N 加1，绝大多数人应该都是领到就是说相当于2个月工资。我离职有一阵子了，是自己离职了，因为被美团收购以后其实后面就没什么事儿啊，市场部活动很多都是被限制住了。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可能现金流就已经不是很充裕了吧，但是没有在被收购以后卡的年，包括参谋也好，出差的一些差旅标准，然后包括像市场活动预算，就是费用控制是越来越严的。我个人的理解啊，他觉得可能就是共享单车量已经铺开了，首先他不需要你市场部去再做一些什么市场行为了。第二的话，他可能觉得你养了你市场，并没有他特别想要效果吧。我觉得Mobike这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可以说明美团是一个非常有长期耐心的公司。我们非常有信心，通过长期的努力，把共享单车做成一个很有价值的服务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